来到客场踢馆中信，我球队希望能够终止最近的三连败。这个球扛到了右外野，防下不用追了，直接打上了观众席。右半边的 solo shot， 苏伟达在五局下半帮助中信要回了一分。第一个打席那个左半边的飞球其实就打得很不错，这个右半边的飞球再搭配的五朵的狮头球，一扛出就叫这个球留不住了。今年球季的第三号全垒打，把比数改写成了1-3。哇，这个位置真的太甜了。用全垒打追分，当然也是最直接能够要到分数的方式。今天想要从五朵的手中，我连续击出安打上垒，相当困难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圈圈。防疫期间也要乖乖的在转播前面为中信兄弟加油。期待之后来球场看我哦。